最近去健身房，是只有用红胶哎。那做了哪些运动？全身上下都有。但我就比较意外是说，当你脱了的发片的时候，那个胶它不。你以前有用过吗？现成的夹发？有啊，去。好皮。哇，他感觉会站立起来哈、哦。我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又又又 YouTube 来了，又到了我们自肥单元。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 Sam 介绍一间特殊的餐厅，我们邀请 Sam。Hi, Hello YouTube， 今天要带我来吃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家呢，这家它叫七十五萌主题餐厅。不要的话，就是它有两只非常可爱的狐獴，真的狐獴，不是玩偶狐獴。没错，要特别注意到狐獴啊，就是它会跑上我们身体上东抓西抓，就是还蛮不错的，可以跟他们做一些互动这样子。好，虽然我今天用的不是特别强的胶，但是希望它手下留情。今天这个 time to go 应该肥个两公斤没问题 ，Let's go， 走吧。哇，我们进来这环境非常的优美耶。对啊，这感觉就是很缤纷，适合谈恋爱的地方，就很适合少女心那种。少女心的地方有什么特色？你觉得？其实他们这家店啊，从它的外观嘛，从门面就是有马卡龙的绿色这样子，然后进来的话，它的桌子椅子啊，都是选用类似那种马卡龙色系的颜色这样子。我觉得它这边很适合带小朋友来，它连桌角都是导圆，对于有小朋友的人来讲很重要。这个餐厅还蛮有特色的，它的餐点好像也还不错。对，它餐点还不错。那等一下就拭目以待我们的这些餐点。对，好，那在餐点来之前，我们还是要聊一下我们的共同点。没错，当然不是帅，是说如何帅。我们的共同点就是面临到掉发的问题。对，像你大概是多久的时候掉发？大概20多岁那时候。20多，那你那时候面临掉发，你的心理是怎么克服？我面临掉发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特别去想很多，给它一直放着这样子。但其实有一段时间，就是会接受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嘛，就是嘲讽啊、嘲笑、啊，会对不对？一定会有的。嘲热讽说你阿飞啊，说你是秃驴啊，说你什么？还是要呼吁，如果你周遭身边有头发比较稀少的人，不要去开他这个玩笑，真的不好笑。对我们来讲，某方面来讲是个伤害。没错。你有做过哪一些措施吗？去对抗他？吃药是没有了，就是有使用洛啊，哦，生姜啊，生姜你也涂了，对啊，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，辣椒水啊，哦，辣椒水，对，然后直接涂头皮，直接涂头皮，哇塞，那可以做三杯鸡。还有就是去用接发，那后来你怎么会跟我一样用发片？我有一个军中的朋友，他本身就是亲自有去使用我们的发片，哦，跟我同牌子的。对，他用完之后呢，我就在他的脸书看到他去分享他的所有，他蛮大方的耶，他还是他其实蛮大方的，真的，现在用这种发片真的已经非常 open mind 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慢慢来享用，因为餐点好像陆陆续续到了。哇塞，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够诚意了吧？这两公斤跑不掉的，没错，琳琅满目，非常丰盛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吧，可以开动了，我们就边喝边吃边聊天。嗯，它这个蓝莓的香蕉味还蛮浓郁的，算招牌吗？网红就会推荐这些。哦，我超喜欢蓝莓的，我有时候去那种美式大卖场就买好几盒，然后就狂吃。那一杯是什么？我这杯是香槟奇异果，还蛮好的，这感觉蛮促进消化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就是聊到说是什么样的机缘去接触到这个，就是我朋友介绍。对对对对。OK OK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说，如果你用发片啊，你越 open mind 用的越好。你有没有这样觉得？就是你不要觉得用发片很丢脸，觉得用发片好像很怪。嗯，我觉得你心态越 open。你就越用的越自然。哦，没错，对对。那你那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戴的时候你要调整那个角度嘛。像我刚开始戴的时候，差不多5到10秒，后面找到那个角度，直接大概两三秒就可以了。是，对，就拍一拍就好。你这是全年式的？对，全年式。你知道全年式它就必须要剃发。对。当时你有没有这一个关卡过不去？当时那个关卡其实有。有吗？对，对，就是。考虑了大概一天吧，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，吓我一跳，我一年，对，一个晚上，其实也蛮快的，一个晚上，对啊。什么样的点说服你自己？因为我觉得，你既然你要改变自己的话，对，那我觉得你势必是要就是去踏出那一步，
那你没有踏出的话，那你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全新的事实，这样。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了，就改变自己，不要再去想，不要再想太多，因为想太多会更多束缚。对，那我个人我会跟你分享说，其实你把头发剃掉只是为了方便粘贴，一个重点别人是看不到的，除非你想给他看。对，只有你自己最私密的，像家人、亲人、爱人嘛，才有可能去看到。那家人其实也都能够接受。没错。对，再来一点就是说，其实把这弄掉，它还是会长。对。你有些人他会想说，啊，把它弄掉是把它砍掉了，把它杀掉了，把它毛弄死了。我的还是持续在长。还是持续在长啊。如果说你自己头发本身也所剩不多，其实你不如就直接把它砍掉重练。对啊，对啊。今天点这个是白酒蛤蜊意大利面，其实一般的意大利面一定有这一道，但是它的做法其实大同小异，没错，只是口味的口感差异在于说它面的拿捏，对，还有它的这些香料佐料，我们就先来吃一口看看喽。坦白讲，我是用清炒的，所以那个口感很清爽，很棒，但是因为面放太久，它有一点硬掉。那但是我们刚是聊太久了，就不能怪他。这意大利面的话，趁热，他一端上来就应该马上吃。没错。那你呢？你这是那个青酱口味的熏鸡肉，好大一块。对，丰台食料，我觉得都还蛮大，还蛮嫩的，蛮舒爽的。对。那是糖鸡块、鸡柳条跟鱿鱼圈。好，谢谢。那这边的话是蜂蜜芥末酱分的沙沙酱跟塔塔。哇，又一道菜上了，今天真的是要满足这两公斤的欲望。没错，那我可能晚上要去运动。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这个太恐怖了，职业灾害。这个炸物其实配啤酒也是蛮不错的，我平常喜欢沾这种塔塔酱啊。最近你有去做什么样的运动？最近去健身房，我原本是想要去测试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这样子，就是只有用红胶，那个六片嘛。我前院的话就是用绿胶。那做哪些运动？就跑步嘛，重训有吗？重训对，然后就是深蹲，然后推腿，然后还有举重，然后练腹部。OK， 应该说全身上的都有，都还 OK， 很牢固。对，但我就比较意外是说，你运动完一定会流汗嘛，当你脱了发片的时候，对，那个胶它不受影响，它还是黏，所以我就是让我就非常惊讶的。对，你原本以为说用红胶会有点危险，对对对对，要不要加一点强效的白胶啊等等的？事实上，其实不用，当然是因人而异啦。对了，也是要看出汗啊。对，因为在跑步的时候，因为前面有镜子嘛，对，我一看我头发这边很自然的飘逸，对，就像真的一样。对啊。运动完啊，会马上清洗发片吗？我其实没有洗啊，但是我会把里面的那个汗，就是把它擦干，用湿纸巾，然后大概就是先把它擦一下，是，然后再用厨房那种纸巾嘛 ，OK， 纸巾，再把它稍微拍一拍这样子，让它吸一下。对，我个人的经验是分享，就是说发片呢，它很容易受到你的油垢跟残胶还有汗水的侵蚀，它可能造成龟裂啊、伤害啊，对。所以如果说你有大量运动的话，我也建议你去把底材擦干净，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习惯。因为我知道上你有养宠物嘛，对不对？养狗狗。对。那你用了马片之后，不用狗第一次看到你，它会不认得你？它不认得我，有点住，愣住之后，它就开始去闻我味道，就闻，然后就坐在那边这样，然后就看了我一下。当它已经确定的话，就跑过来亲我。你有了头发之后，其实外在改变，其实改变很大的，连狗都可能会觉得不一样。那好家在狗的嗅觉是很敏锐的。对对对，我家人的反应是最大，他们蛮开心的。对，从我第一点到第二点，对，这是第二点，对，第二点。你所以你使用发片多久的时间？快一年了。然后你做了两顶，对对，然后两顶的发型啊有一点不同。第一顶是偏长，偏长，对，然后这顶是短，稍微短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可能就两顶来做替换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蛮好的，像我自己也是，不会让人家感觉什么你头发都永远长不长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你以前有用过吗？现成的假发？有啊，去虾皮啊，虾皮。我会去买那种发片，是因为参加婚宴嘛？婚宴，婚宴这种最可怕的，因为那时候买的那也是假式的，超不舒服。是整顶的还是局部的？他是整顶的，阿姨是他做美发是？对啊，所以他特地去那边，他也帮我先抖一下。我但是这戴的时候是惨不忍睹，超不舒服的。对，我就透气性了，透气性很。
很重要。对，那时候应该拿到戴上去很傻眼。对啊，可是也没办法，因为一定要去，所以你就真的戴那一顶，我就真的戴过去，而且那顶还是有颜色，金色。哇，那如果有照片，真的现在再回想起来，应该会觉得好笑。疯掉，对啊，戴一顶我就丢。如果说现在还有人在为了这个头发困扰，你有什么建议想要跟他们讲？我觉得咨询是蛮重要的，还有一些身边朋友都去给予的分享、分享鼓励、鼓励啊。如果说你没有身边朋友可以来跟你分享或鼓励，那你来看这频道就对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这频道是完全真真实实呈现我们的每一位朋友的抗秃人生，用发片其实没有这么困难。然后对抗秃头就在于你如何去跨出来你的第一步。非常超可爱的，对，他是男生女生？红色衣服的是女生。嗨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这只是男生，这只叫做糖糖。糖糖，这只叫做浅浅。那我们就先摸摸他们，让他们试试。哦，哇，他感觉会站立起来哈、哦。我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超可爱的，哇，很可爱，超 Q 的。他们现在吃到八个月了。哇，它的毛很特别，哎，超可爱的。他们刚刚就是说，哦，他为什么是这样？哇哇，很皮耶！他们跟猫猫很像，对，对，就是一样会这样追来追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对，他们现在可能太紧张，因为小朋友的声音比较浅，他们就会比较神经。很有意思，你不说这个狐獴，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色，毛发非常多，这会不会掉毛？他们会掉几根，不会一直掉。不会一直掉，哇塞，因为我太羡慕，怎么有办法这样？就是他下巴这样，他的经典。抚摸毛发，刚刚玩完狐獴之后，我的心得感想，除了可爱之外，我就是羡慕这些有毛的动物。对，真的，他们好像都不会秃，然后毛发多到不行。嗯，总而言之呢，各位，如果你还有任何有关头发啦、秃头啊、抗秃人生的议题，想要来跟我互动，欢迎你利用底下的留言。我们尽快来为您服务，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集见喽。好，哟哟，喂，那它是从哪个国家产种成？它都在里面的呢。他们这几只的话，他们是在台湾出生的。OK。对。都在里面怎么办？我怀疑你里面有什么特殊吸引它的地方。